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哎呦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没亮状态了，没亮状态了！哎呦我的妈！刺激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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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这个别致啊！别笑。那三月的风吹去冰冷的心，深深印在情话。我只能体会你虔诚的泪，想把你变成我的孩子。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你我去广东打工赚钱了，你在家照顾好自己哦。等一下，你不用给我红包了，你留着自己用吧。拿点白薯洗个龙。哎呀，给个红包我行不行嘛？给点番薯，人家带去广东。真的是，番薯在哪里？在门口那里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奶奶，难道坐过去传说中的大番薯吗？他最后赚一个番薯走了吗？你就说番薯。啊！我刚刚不急，给个红包我嘛，奶奶。我不要番薯，我要红包啊！赶紧进吧。我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在家。哥，我又没钱了。太不公平了，为什么总是你找我要钱，我就不能享你的福？哥，其实这世上所有的事都是公平的。你看表面上是我找你要钱你吃亏，其实是我激发了你的潜力，加大了你的动力，让你越来越优秀。你再看看我一次次的依赖造就了懒惰的我，其实真正吃亏的是我。对，我就服你一饼。是吗？臭不要脸还来说的一饼正经，头头是道。等一下，姑，要不我也激发一下你的潜力呗。你瞎凑什么热闹，要钱找你自己哥去。看你就是偏心。臭小子，你在这个家的福气还在后头呢，你姑还能嘚瑟几年？那就是来，快过来。谢谢嫂子。真的。哦。
小姐姐，啊，你知不知道一年当中哪一个月有二十八天？每个月都有二十八天呢。那你知不知道如何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事情？把不字去掉不就好了吗？哎、那我问你 啊，有一层飞行比赛、啊、有些人是站着飞的，有些人是跪着飞的、啊、到底怎么飞才飞得最久呢？站着飞。不是跪着飞。为什么？因为跪飞最久啊。再来啦，今天到我家的话吃好喝好哦，这是我有史以来亲自下的一次毒啊，合适喂狗吗？那合适你们的胃口吗？哎，美女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让我亲一口呗。你是流氓呀，说亲就亲。嗯，给你一百块钱。一百块钱也不能说亲就亲呢。那个，我都三十年没处对象，你就帮帮我呗。我跟你说，我可不是为了这一百块钱，我是看你可怜，想解救你一下。来，亲吧。那个晚上打车回去还有五十，你看还有五十了。这玩意儿还在讲价的呢。算了算了，亲吧亲吧。嗯，又怎么了？吃饭还有二十，还有三十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要不是看你三十多年，我才懒得理你。三十就三十吧。又咋了？大哥，我就想念念砍价，不好意思。你把手伸出来。啊。我给你五十，过来。五十。亲。哎呦我的妈！饮料有的吧？有啊，买什么？我要买的东西，怕你这里没有啊。你看，我什么菜没有啊？我要买条鱼。好，有，走。五斤四十。好，我要处理一下。啊！你看，全是水。别笑。三斤二十四块。一会儿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个步骤呢。嗯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对数学的感情很深吗？怎么全错了呢？错了怎么了？感情世界本来就不分对错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觉悟还挺高的哈。你说你爸咋就没这觉悟呢？我这么爱他，他还总是跟我计较对错。妈妈，你嘴上是帅，你心动上全部都是伤害。哎呦，这不是爱，是坏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怎么坏了？花爸的钱还有爸红，我爸又不是红干鸡，是大只鸡。小丫们可不想好人呢。大不了以后不管你爸爸的钱了。谁信呀？反正我不信。虽然我现在居家没法上班，但是我最近在做有声书配音兼职啊，里面任务多，报价高，我每天抽俩小时接单，收入很乐观的。学习方法放评论区顶置了，以后买什么用不着向你爸爸要钱了。难怪说话口气都大的。嗯，走路都大风了。你们也要好好学习，像我一样才能先一翻身，知道吗？谁有什么一定要翻身啊？我觉得躺着挺好的呀。这是这是干嘛呀？哥，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，你要先听哪一个？好消息，我谈了个男朋友。那坏消息，他家里人不同意。谁不同意？他爸还是他妈？不行，我就说一句，把家当给多一点。他老婆不同意。开玩笑了，哥，给我一万块钱。我哪有一万块钱？就能给你五百也行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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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二等男人是有能力有脾气，三等男人是没能力没脾气，你是属于几等？那你哥是属于四等，
没能力还有脾气。出牌了，出牌了。你倒有用吗？姐夫，姐夫，干嘛？我好看吗？真。等一下，只能说两个字的。难看啊！只能说一个字的，一个字的。No 啊！